先接起来，先擦。你这不是跳过一段范围了？你把手机提走无够，佮我指出，你讲男士我知影。饭店已经通知亚芳，手机落地房间，赶紧安排我有告白。和亚芳捉奸，和亚芳认为这是一场误会，那无咱的关系，再拿回两包。所以，咱上喜欢的金童教授，那是做的老婆大人，得变妻管严啊。不要紧，这种镜头我也要滴。Naughty girl， 不过先把手机还我，至少我还有一个交代。可能是我介意查甫人，会晓用这种办法消除你某对你的怀疑。先是一个会的，后来。一对大多阿鲁西人的呀，毕竟是我想要爱的查某了，所以为了要跟你做伙，我袂好任何人，我跟咱的关系。那呢，这个手机就暂时由我来保管。敢讲，你要甲恁某讲，这个手指是一个白查某人的面上顶捡到呀？哎呦，我是想讲，你会当利用这个机会，试看卖恁某是不是对你真正信任嘛？还是讲，你真正是一个妻管严？亚芳才拄误会我。感觉愧疚，所以伊绝对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我。啊，你拄只已经洗过身躯啊？是讲这个味，有时间倒来沐浴露？可是我有伫好好呛过啊。你较早毋是讲过，无洗身躯袂用上名床。你评看麦，这沐浴露够芳？是足芳的啦，啊！不过对查甫人来讲，敢袂伤芳啊？哦，你安尼讲，为何会哭哦？这是专工去买的。啊，你嘛知影，即阵啊，为着要排戏，阮可能变鬼妹。我就甲伊讲，去买一挂日用品，啊，搁换个衫裤，更厉害好。想袂到为何，竟然会甲伊这种玫瑰花香。玫瑰花香。哪有我老婆香啊？哎呀，爹哩，啊，不是叫你好好休困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去准备爱心早餐给你，弥补昨晚无陪你的亏欠。